这是我在游轮上的第三天了，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？没错，游轮上呢居然有第五人格的专属版区哦，而且呢玩比赛还有好礼相送啊。嗯，只不过玩的比赛呢并不是第五人格，而是俄罗斯方块。不慌，作为一个玩游戏很菜，但是呢一看到可以送第五人格的周边，那我们当然要试一下啦。比赛过程过于激烈就不发了吧。好吧，其实是忘录了。最终呢大奶哥哥自强不息，终于拿到了一个小丑王的周边，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哎呀，啦啦啦啦，走到家了再把你给拆了。终于到家了，那我们就把这小胖子解放出来吧。哇，感觉好萌啊，而且呢质感摸起来呢真的没得说呀，好滑好舒服。小火箭筒呢感觉好有爱呀，小丑在打我的时候我可真没有觉得。还有那一个可旋转底座，好吧，就把你放在这里吧。现在怎么感觉小丑好萌好无助呀？别担心，我的奥特曼呢应该不会打你的。除了这个手办呢还送了一版贴图，你们能看出来这都是神吗？